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图啊，三角形 A' B' C' 哈，是呢三角形 ABC 哈，以 O 为这个相似中心啊，而缩小的这个相似性。然后他说 OA' 等于四 ，OA' 啊，这是等于四，然后 OA 是等于十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变成这一个的话哈，它放大倍率是二分之五倍了，二点五倍了，四嘛变成十嘛，就十除以四的话，二五得十嘛，二得十等于二点五倍，所以这个图哈是这个图的放大五倍，二点五倍。好，那 BC 等于十二，哦 ，BC 啊是等于十二啊。那 A plus C plus 等于六 ，A plus C C plus 这是等于六了啊。AB 呢等于十六 ，AB 等于十六了啊。好，那么他问哈第一小题啊，这个 B plus B plus 和 C plus 呢等于多少？B plus C plus 对应边是 BC 嘛，它是那个缩小成。十分之四啊，哦，就是二点五分之一，哦，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五嘛，哦 ，B plus C plus 是什么？是 BC 的什么 ？BC 的五分之二倍的，哦，刚好颠倒过来，哦，从这里到这里是放大二分之五倍嘛，从这里到这里是缩小为五分之二倍，哦，这个是等于多少 ？BC 是等于十二嘛，乘以五分之二。所以是五分之二十四，啊，五分之二十四，或者是等于多少？五四二十嘛，四点八。啊，这怎么看哈？这个可以这样看的，就是说，这个三角形哈，跟这个三角形相似，哦，相似，哦，就是说，就这个哈，这一边哈是这一边的什么呢？那个二分之五倍嘛，然后的话这一边哈是这一边的二点那个二点五倍嘛，那这两个角一样嘛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就相似，啊，所以这一边是这一边的二点五倍，那这一边是这一边的五分之二倍，啊，这个是这个的五分之二倍。好，啊，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二小题，第二小题呢它问三角形哈 ABC 的周长。哦，就是三角形 ABC 的周长 ，S 和 ABC 啊，等于多少？好，那 ABC 的周长多少呢？嗯，这是十六嘛，这十二啊，那这个多少呢？这个四哈，把它乘以多少？乘以二分之五了，哦，放大二分之五倍嘛，就变成 AC 啊，二得四，这个是等于十，这边是十啊。所以这个周长是十二加十加上十六，这样三十八，这两个加起来二十八嘛，加十是三十八。所以周长是多少呢？嗯，奇怪。哦，我这里看错了 ，AC 它对应边是 A plus C plus， 应该是六乘以二点五乘。这里应该是六了哈，我把它看到这里来，这个乘以二点五变成十啊，这个乘以二点五的话，才会变成这个，所以六乘以二点五了，六乘以二分之五，二三得六，所以这应该是十五才对，这应该是十五才对，不是十啊，所以这是十二加十五加十六。这是三十一，三十一加上十二，四十三，所以周长是四十三。